婷呀，啊，那个，我麻烦你配合我一下，做一下问卷调查，我问你答就行。啊，你对目前的餐饮情况满不满意？A 是满意，B 是还行，C 是不满意。对，不满意，都是从超市拿回来，一点都不刺激。好，下一题啊，你对目前的住宿情况满不满意？A 是满意，B 是还行，C 是不满意。C 不满意，我们应该住在荒郊野外，最起码零下50度，那才行。好，下一题，你对目前的娱乐条件满不满意？A，C，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个，连个陷阱都没有啊！最起码也得狼虫虎豹都得眼巴前才行，那多好玩。你那不叫娱乐，你那叫找死。好，下一题啊，你对目前的情感生活满不满意？不用问了，这肯定还是 C，不满意。为什么？他敢不满意吗？我，要不让他陪你？不信，不打完32圈麻将不准走。哎，站长，正好2学2，你要不要进来一起玩？C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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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
哥子，走走走走。你这是让雷劈了咋的啊？雷劈就雷劈呗，怎么还劈歪了呢？这是正正在尝试他的新职业，理发师，我帮他个忙。再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发型。笑笑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是我的助理，时刻代表着我的形象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要如果影迷看着了，他不能说你，他得说我。现在影迷多挑剔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呀，影迷呀、啊，请问唐欢老师的影迷在哪里？在哪里呀、啊？影迷在哪儿呢？我跟你说话了吗？不是，你俩这造型都挺别致啊啊！俩整个组合演个大闹天宫得了呗，还是3D 版的。行啊，算你一个。咱们演个国际版的行不行？他可以演那个铁扇公主用在芭蕉扇上那个芭蕉精。你演外来的，演怪物史瑞克里的史瑞克。哇，这头型那是国际美发大师级。哥，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惊喜？谁干的？不用谢，那是我忙活了一晚上的成果。哎呀，什么？那个站长，我有点热。没事，再等一会儿，还没好呢。另外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睡觉磨牙那个习惯你得改一改。你看你把我梳子齿都给啃掉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我这造型怎么出去见人呢？还，那个，站长，那个你看都到点儿了，站长。没事，再烫一会儿，巩固一下。我跟你说，你不理解，我知道。人接受一个新造型呢，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。但俗话说得好啊，头领脚翘，大部分人忽视了自己的头发。你想一下啊，你买一双鞋得多少钱？做一次头发得多少钱？所以说，做你个头发做呀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从头开始。那个郑生，你俩能不能等会儿再整？我这有点，我烤出毛味儿了。你着什么急？我周开给你看看啊。怎么？怎么样？帅不帅？符不符合我的气质？烫的好不好？来，你先把东西放下来。啊。那个头发是烫好了，可头皮也烫好了。啊！给我点水。没事闲的就是。